大家早安，我人在台南火车站。我这几天吃很多东西，台南真的吃的东西太多，一直吃一直吃，我现在有可能会变胖，我们就开始减肥吧。木瓜牛奶，这感觉不喜欢木瓜牛奶的人也可以喝木瓜牛奶，牛奶的味道比较强。今天天气太好了吧，你看我有甜点当今天的早餐好了。いただきます。我的亲戚跟我说，因为台南太多好吃的东西，你要住台南一两个月才可以吃完台南的美食。嗯，好好，食物这个不吃就会坏掉，因为这个天气太热。一开始会说我今天要减肥，可是从早上开始吃那么多甜点，对。现在时间是大概中午十一点多，应该等一下会更热。这里好像是台南的机场，我第一次知道台南有机场。谢谢。刚刚车上的人给我这个饮料，我现在刚好口渴，太好了，真的。我现在来到了台南都会公园，然后再过去那边就有那个七美博物馆。公园也太舒服了吧！この木漏れ日の感じがちょっと、お、見えた見えた、看到了七美博物馆，好白哦。如果观光客来台南的话，一定要来的地方吧。应该是对我来说真的太漂亮了，眼睛很痛，哎，不知道为什么旁边的东西都是白色的，所以没有挡住太阳的地方，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地方。拍妹，这个是什么？包子。谢谢谢谢。你是高雄人吗？台南，台南，那你现在要去找同学、找朋友？哎、欸，这是什么？谢谢。欸、这个是 lucky， one two three four， 这个不行吧？我很多，很多。这个是你自己捡的吗？对，好厉害哦！谢谢谢谢，不好意思，我没有什么东西。没有没有，加油！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四つ葉のクローバー、はよーバオツ。しかもこの四つ葉のクローバー、あのおばさんが拾ったやつらしくて、ガンガン那个阿姨从那个钱包拿出来这个四つ葉のクローバー、这个一定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ちょっとこれ本当になくさないように財布に入れときます。我现在又是来到 Seven， 啊，我要吃刚刚阿姨给我的包子。好了。啊，めちゃめちゃ辛い。你看这个里面有满满的辣椒。他们一直有很奇怪的味道。오래된거네差不多。差不多这个오래된거네吧。嘉南药理大学。我现在在又是一个很大的桥，过去那边就会到高雄。那个県境ってもう橋が定番なんですかね。台湾の県境ってほとんどなんか橋なイメージあります。と考え事してたらもう橋渡りきっちゃいました。我现在到了高雄，我的衣服好臭，很像那个厕所的味道哎，这样子大家都不会靠近我哎，怎么办？你好，从台北。真的假的？嗯。啊，对，日本人。想认识台湾。从早上走到晚上，然后就找地方住。对对对对对。睡觉。你是这里的人吗？我是台南人，我做业务，所以到处跑。辛苦了。不会不会，你比较辛苦。你需要什么吗？下午买的还没开封。真的吗？但是不冰，刚好有这个。谢谢。它没有什么东西。哎，朋友。你好。哎，谢谢。可以给你拍个。好好好。一二三。真的真的很特别。对呀、啊。哎、欸，他怎么还没走来呀、啊？
台北，我是南投来这边读书，然后刚好顺便看到。南投你知道吗？中部，然后很深山里面。热乐场吗？那是那热乐场。我听不懂。热乐场。乐乐场，对，我住那边。乐乐日月潭哦，乐月潭，我听不懂。慢慢找，谢谢，拜拜。好，遇到你。你好。还有留言给你呀、啊？真的吗？刚刚买的。这个什么？瓜龟，还有八色粉，还有一个综合。瓜龟什么？瓜龟，我会怎么讲呢？谢谢谢谢。哎，我女儿也要追你的那个 IG。真的哦。一起拍吗？阿姨今天穿得很丑，不用不用。你好，你是荒岛吗？对啊。好巧，我也是。你是从哪里开始？我从高雄。高雄开始吗？一二三。屏东，然后台中花莲。看我们来得及再遇到一次。拜拜。すげえな。同じトゥープーファンダーの人と遭遇しました。多分彼は逆回り。で回ってる人なんですけど、びっくりした。いかん。もちろんこういういただいたものとか本当にありがたくて、物とかいろいろもらうとすごい重いんですけど、このいただいた人たちのためにも頑張りたいと思います。这个很有台湾的味道，茶的魔手。这个南部才有的饮料店，我在台北没有看过哎。然后这个刚刚那个阿姨给我的东西。看一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还有这个，那你过来，这是什么东西？有点像那个萝卜糕。这个是肉松吗？我最好奇的这个东西，我的难道乌鸦龟吗？乌鸦龟什么的，いただきます。なんだこれ？なんだこれ？なんだこれ？口感是很像萝卜糕，味道不像萝卜糕，而且它里面有肉跟香肠，还有黄蛋，神秘的美食，味道是有一点像麻吉肉松饭，好卖哦！比较喜欢这种甜咸的东西。然后现在的时间是3:30，这个时间开始吃那么多，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丢在这里，超可怕哎！这个为什么？我现在到了芦竹嘛，我发现这附近没有可以住的地方。然后我刚刚去了麦当劳，旁边的人跟我说，警察局可以让我住一个晚上。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或是假的，所以我先去看看警察局。你好，不好意思，那个。我现在在徒步环岛中，然后可不可以借我一下厕所？厕所，这边，那边。好，谢谢。やべ，很难开过哎，能不能让我住一个晚上？我太笨蛋，可不可以借我一下厕所？为什么我讲出来这个？没关系，我先走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我现在到了冈山，然后现在时间是快要到10点，因为我中间去了咖啡厅编辑，结果这个时间到冈山。我在想今天要住哪里，可能这个时间的话没有饭店，也没有可以让我住的地方。不好意思，请问这附近有没有可以洗澡的地方？洗澡？洗澡，这个时间有点尴尬。我要找旅社吗？我有找，可是这附近好像没有旅社。你是徒步来的？对。那你洗完澡之后怎么办？有地方住吗？今天没有，我还要走。稍等一下啊。不好意思，谢谢。好。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他们没有开放，就是外人的洗澡啊，还有临时住那边。我今天没有可以住的地方。现在时间是大概12点多，やばい，マジか。ド M なのかな、わかんないです。なんだろう。正直このことに関してはもう。
自分の選択なんで指摘していただいて構わないんですけど、これもう自分の取った選択なのでアホですね、アホ。まあ今日は夜をしのげる場所を探しつつ朝になるまで待ちたいと思います。应该很多人跟我说为什么不会选坐火车然后去市区找可以住的地方，或是你应该有比较好的选择吧。对，没错，这个我应该要去可以休息的地方。我是觉得就是有一点好奇，この長い人生の中でも一日くらいこういう日があってもいいかなって思うんですけど、すげえ名言っぽく聞こえるけどめちゃめちゃかっこ悪いよね。よっしゃ、终于找到了可以充电的 7。现在时间是早上8点。我晚上的时候跑去公园洗头发跟擦身体，昨天那个衣服太皱了，所以半夜的时候去公园换衣服。其实我在别间的 7 坐着睡觉，所以现在还可以。这是台湾的便利商店，是我的生命。我的早餐，来给我吃。现在时间是大概1点多，因为我刚刚在那个 7 睡觉，然后顺便编辑，所以就已经中午的时间了。总之离到高雄的市区没有很远。哎，知道？我可以跟你拍个动动吗？好好。1、2、3，刚突然看到你的布条，怎么很眼熟？你是外送？对啊，刚好经过，然后看到那个徒步环岛的布条，那个图上看过。我昨天在那个冈山吗？冈山好像没有，冈山没什么住宿。对对对对。啊，是哦。对对对。加油！谢谢。不会，先走喽。好好好，拜拜。现在走到了差不多1个小时，所以有可能因为昨天没有睡好的关系，现在感觉没有体力。好漂亮哎，好大的贡丸，哎，贡丸吗？贡丸汤。我决定好未来要住哪里了，我要住这里，而且楼下有早餐店，我要努力赚钱，要住这里，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可以住这里。现在到了爱河，终于到了市区。那我今天就找这附近的旅馆或是饭店。我现在到了高雄车站，从台南车站走到高雄车站的话，大概需要2天。今天的话，时间还早，可以轻松的找休息的地方。哦。すげえ眺めだ。我今天好好休息。那如果想从台南火车站走到高雄火车站的人，可以参考这部影片。那这部影片到这里，下次的影片见，拜拜。